这是遗迹吗？上面的图案刻得可真好，是在描绘祭祀、祭天，看不太清楚。不过这像是玉制的，如果用来当作祭坛，倒也说得通。这是昆仑玉，啊？可我见过昆仑玉，不是这样的。据说古早时的昆仑玉和现在的相去甚远。那时候的玉产自传说中的昆仑虚，极其坚硬，而又可以大量的蓄积灵力。所以，缙云才用昆仑玉作为指环。玉绝书里提到过，皇帝之时以玉为兵，可后世发现的玉制兵器却寥寥无几，许多人都猜测这类兵器只能在祭祀中使用，不会真的用来战斗。现在看来，好像也未必不能用在实战里。昆仑玉太过珍贵，传世稀少，且对于使用者而言难以驾驭。这里到底用了多少昆仑玉啊？假如造它的人是古人，在当时的地位得有多高？会不会真的跟皇帝有关呢？先画下来。等一下要去山洞里看看吗？不知道里面还有些什么。去倒是无所谓，可别又挖出来一座古墓。不会吧，哪能每趟都那样。我踢到了什么？骨头？是焚烧过的。山洞里还有别人？至少眼下没有，感觉不到，也听不见除我们以外的声息。你跟紧我。有脚印，鞋底沾了不少灰，看脚的大小是个男人，算得上健壮。这么高，一般人很难上来吧？德同的人对山里也十分敬畏，那到底谁会来这个山洞呢？有人在这里歇息过的样子，看着还算新，铺上去的时间大概不长。这个油灯看起来有点旧，不过锈迹倒是不多。啊，原来有一处坏掉了。这块地明显是翻过，又埋上了。嗯，翻动的痕迹还很新。挖开来看看。啊，我们擅自动不太好吧？刚才那些散在地上的也就罢了，这下面不知道埋了什么呢。好不好，我都要看看，一股子让人不舒服的味儿。是兽骨，被焚烧过，这些应该是剩下的残骸。狗的骨头，而且是一只很大的狗。你怎么这样清楚？我以前在山林里待过，野兽见得多了，有时也会有野狗。哦，你们说这只大狗会不会是那两兄妹正在找的那只？有这可能。你看这个竹兽，我在一旁捡到的，我猜也许有人仿做了这个，把狗引到村外，然后再抓住它。
太可恨了，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？把这么多骨头埋在这儿，到底想干嘛？难道是仿效古代的祭祀？这后面还有东西，不过被封住了。我瞧瞧，是一扇石门，照理说能从这边打开的，附近八成会有机关，我们仔细找找看。等你，大哥哥，我们等你，大哥哥，我们等你。李琪琪到底去了哪里？我一直梦见他，梦见他遇到了坏人。
定多了。李七七到底去了哪里？我一直梦见他，梦见他遇到了坏人。大哥哥，我们等你。没有机关，倒是有一堆小虫子爬来爬去，只是块石头，看着像是从衣服上掉下来的一块布，都分。上面有个图案，和洞口看到过的很像。我知道了。你们瞧，这个图案其实也是刻在一块玉板上，只不过周围被泥土掩盖了起来，有可能是个古老的机关。光从上面照进来，随着时间过去渐渐偏移，总有一颗会落在这个图案上。到那个时候，机关说不定就能被触发了。那我们得找个时间在这里守上一整天。我也是猜的，说错了你们可别见怪。以前在书上倒是见过这种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月光里的确蕴含奇异的灵力，地流江的传说更是由来已久，世上若有这类技巧，倒也可以想象。真想知道门后面是些什么。
刚才走得近了，觉得里面有股灼热之气，大概正因为这样，洞内不太潮湿，反而十分干燥。先回去吧，今天肯定没时间揭谜底了。北洛，狗的事你打算告诉那两个孩子吗？为什么不说？你怕他们伤心？嗯，总免不了哭几场，甚至一辈子都不能释怀。但如果换了我，我希望别人可以明明白白地和我说，就算他们还小也是一样的。是我想差了，的确换作我也不愿意就这么没了消息，不管好的还是坏的，我都想知道。你们回来了，找到黑漆漆了吗？没找到啊。也对，都快一个月了，他要能回来早该回来了。不算没找到。接下来你们要仔细听我说。和我的主上好像，除了村里人，没有谁会知道这样可以引走黑漆漆。我要去找到底是哪个。我没有看到黑漆漆，这些都是猜的。不，我知道黑漆漆一定是被人害死了，不然的话他无论如何都会回来找我和妹妹。从他还是一只小狗的时候，就从来没有和我们分开超过三天。我不要，不要这样。陈家娃子这是咋了？被人欺负了？没有，冯婶婶他们是来帮忙的。冯婶婶，我们家黑漆漆没有了。啊，来来来，跟婶儿先回去，回去慢慢说。你听到过别人提起那个山洞吗？大人一直说，要是在山里看到那种地方，不能随便乱闯的，得马上离开。谢谢你们，我和妹妹没有什么好东西，这是我家种的果子，送给你们。好像很久没见的大黑狗有俩小孩了。那天的女娃娃哭的哟，说是狗丢了，再后来就搬走了。我去布阵。嗯，我和岑英去找萧姐。这就是师父梦里的渭水剑炉，真是壮观。
师弟，你终于来了，跟我们去见师父吧。表兄，堂弟，你们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说什么蠢话？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。就是死了，我们也还是师父的弟子。你这个叛徒，想好要怎么给师父赔罪了吗？走吧。梦里不会真的有鬼魂吧？至少他们两个不是。这老头戏还真多啊。祭灵族的碎晶怎么会在这儿？这里不是不久前才形成的梦域吗？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里有祭灵族死在了这儿。是魔物干的，但这上面并没有魔气残留，所以是狱主不得而知。梦里的东西也能带走吗？小心你那师父吧，这地方已经变得十分凶险了。快点，不能让师父久等。他老人家现在怎么样了？自从丢了剑谱，师父就病倒了，拖着一身病四处打听你的下落。堂兄，我们几个从小在师父身边长大，他最疼爱的就是你。你得了他的手艺，却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，死后就不怕下十八层地狱吗？看起来这老头心里的怨气很深啊。都是我的错。
小锦，我的徒弟，你总算回到了渭水剑炉，可让你的师父好等啊。我要你到铸剑台来，跪在我的面前认罪。师父，你误会了，我真的没有什么剑谱。堂兄，你还不下去？到了这里就别动什么逃跑的心思了。师父，下面有不少机关，那个老爷子既然想见萧锦，怎么又……这是他的梦里，他也未必想让萧锦怎样，至少在两人真正面对面之前，但折腾一番总是免不了的。下去吧。剑术，身为铸剑师，多少会懂一点，试剑的时候也方便些。不过要是能请到你这样的高手帮忙，就更好了。是吗？可惜你现在也已经不铸剑了。像看着不大舒服，都死得很惨，不知道这老头在想些什么。师父还是那么执着，他总认为渭水剑炉该是天下第一的铸剑流派，或许梦里的这个样子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剑炉。那现实中的渭水剑炉又是什么样呢？其实哪儿还有什么剑炉，这世道连剑客都快没了。我们这一派虽说也曾经风光过，可如今不过就剩了几间破屋，几个小炉子罢了，吃穿都得省着，且要拿去维持住炉火不息，还要用来采买金石，那真是不容易。但师父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，我们几个当中他最器重的就是你，你却让他老人家这么难过。是啊，师父总说萧锦是我最好的徒弟，萧锦以后要继承我的衣钵。
小锦，过来。师父，跪下。师父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我让你跪下。师父，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手上真的没有什么剑谱。这几年来，我也没有铸成过一把剑，可以说是一事无成。你以为我会相信？让你把萧赞弄进炉子里，你却故意磨磨蹭蹭，最后还要我自己动手。你就是趁那个时候偷了我的剑谱跑了，对不对？师父，我只是怕死，我要是不跑，万一哪天也被丢进炉子里，我真想杀你的话早就杀了。我还想着往后让你继承我的衣钵，结果却是这样。今天你要么把剑谱的事讲清楚，要么就干脆把命留下。我哼，不知好歹。啊啊啊，救命救命啊！可是，先等等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事。想清楚了吗？师父，我错了。你跟我去德同，我把剑谱拿给你。骗我！你只是想把我从这儿引走，你说假话的时候右手拇指会微微抠起来，
即使过了这些年，也还是一样。不，不对，这样的应该是萧杂，萧景他不会。你到底是谁？师父年纪大了，但眼力还是好的。是啊，你最宝贝的萧瑾早就不在了，被你亲手推进了铸剑炉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要是这样，他为什么不说？对了，他当时被药迷昏了。他当然不会说，你丧心病狂，以血亲之人投炉铸剑。师娘是你的表妹，想必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病死。之后就轮到了孙师兄，再之后，轮到了我。你让萧瑾带我过去。萧瑾说师命难违，但他是兄长，他替我去死。所以，你根本不是萧瑾，而是他的堂弟。我和堂兄，从小就长得很像。是啊，你们虽然不是亲兄弟，但从小就生得像。要是有意隐瞒，确实很难看出来。那天又是夜里。萧瑾死了，萧瑾早死了。原来我最喜欢的徒儿没有偷我的东西。那今天你就把命留在这里吧，也算祭祭你那可怜的堂兄。至于剑谱，我自己会去德通慢慢找，不信找不着。再说，如今也有贵人帮我。你用活人铸剑？活人？活人又怎样？古时候有剑灵的名剑，哪一把不是用成千上万条性命堆出来的？不只是人，还有灵兽、妖兽，甚至连仙人都有。我这样又算得了什么？你疯了！今天就让你们几个统统变成渭水剑炉的一部分。师父，这
回事？果然，这真的是一个阵。阵成之后，玉主变强了很多。他的精神力消耗得太快了，如果不能停下，这个人很快就会衰竭而死。已经没有清醒的神智了吧？没有用的，就算你回去了一个、两个，或是更多，只要找不到阵眼，这个阵依然不会被破掉。孟玉的事，是你搞的鬼。我虽然不屑于计较一时一地的胜负，但你们几个总在面前晃，也很碍眼。既然这样，那么就有来无回吧。追上去！大智尊慧，但他的意识已经……那支箭似乎一下子就射中了阵眼，难道是那些修行门派里的人？不像。师父，只能先解决眼前这个麻烦了。怎么了？刚才那个大阵吸取了这个人太多的精神力，他或许不能再从梦里醒来了。就算醒转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活下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师父会死？不，不能这样。你有办法救他吗？你们一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玉主要是就这么死了，梦里会不会有更糟糕的变化？我也不清楚，至少在梦域里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形。
勉强能维持一阵，他大概会醒过来。师父是醒了吗？回去了阳平？那他还有多少时日？我们又不是阎王爷，哪里能知道？这种人还救他做什么？生死有命吧。该回去了。孤照和刚才那个射箭的都已经离开了这个梦域。他们到底是什么人？看起来很不一般。一开始穿黑衣服的那位，是不是就是师父说的贵人？